安装机械臂。将机械臂固定在稳固的台面上，用螺丝与螺母固定。连接线的使用，连接动力线本体端。插上串口线， USB 端连接电脑，连接动力线控制箱端，插上电源线， RS232 驱动安装，取出 U 盘并插上电脑，打开 U 盘并选中 USB to RS232， 选择相对应的电脑系统，找到 SETUP， 单击右键以管理员身份运行，飞框结束及下载完成，编码器调零，以视教的方式使机械臂正方向运动，使每个关节对准凹槽处。在软件上依次点击暂停退出文件，进入文件模式。保留1101。此时文件模式会出现下载按钮。点击复位读取，进入复位文件。找到这一段并全部置零。全部置零后，再次进入文件模式，点击下载。下载完成后，点击暂停，退出复位，进入复位模式。此时接收区会接收到编码器返回的数值，看到这段未复位结束。如看不到未复位失败，复位成功后点击暂停退出视教，进入视教模式，点击关节打印，再次点击暂停。接收区每个轴反馈的数值应与编辑区相加等于零，35轴相加等于-90。所以编辑区应填上每个轴的补偿值。输入好每个轴的补偿值后，点击暂停退出文件，进入文件模式下载复位文件。下载完成后依次点击暂停退出复位，进入复位模式。此时机械臂的位置为待机位置。复位完成后，接收区反馈的坐标应为1246轴等于0，35轴等于-90。